手不能背，你这俩手能背过来吗？如果就是说手不能背的时候，要看它是不能，往前，还是不能往后，还是不能举，它是三个，你这里面咯吱咯吱响，是不是？对，以前不能你这背的，举能举起来吗？这现在能举，以前不能举，以前不能以举，这前个是能这举样吧？的，前后都不能以前，前后都不能哈，主要就这是个给他做的时候也是主要做肩一、肩二、肩三。这个做的时候就给他这个地方一定要把筋都给他拨开，用你的手指尖哈，把这个肩周上面的筋全给他拨开。拨开以后，把他锁骨下沿胸大肌跟胸小肌这个边缘这个地方给他拨开。这个是手不能背的，就拨完了以后，它主要是牵扯这一块，手就能背了。如果是手不能往前的，我们主要是松解后面的这一块哈，后面再松解它背阔肌，还有这个斜方肌这一块哈。把这一块给松解完，是调手不能往前的，他还想吗？是不是？这还行哈，哪一块地方还行？就想这些，嘎嘣一下就完事儿了。调过来行。如果是手不能上举的，这个主要是松解哪？主要松解腋下，把腋下给它松解掉。就是腋下这一块，我们可以怎么做？可以这样，给它夹住，夹住以后，用手给它掏进去，给它掏进去，给把里面的筋掏一下。这个手，对，这个手固定住，然后这一去给它把里面的筋给它掏开。哎，脚都热了，手都麻了。哎呀，对，这个，你再试一下，你胳膊还响吗？